相信我，你想要的幸福永远不会迟到，下一秒就会为你揭晓。答应我，就算阴天也要努力扬起嘴角，坏天气也会云散烟消。别管交个朋友，谁孤单和忧愁，别让乌云占据你的心。轻轻打扫干净，天空就会放晴。别担心未来会怎样，左手边有我陪你吹风淋雨，把喜怒哀乐都当作体验，陪你遇见那个未知的自己。我你想要的幸福，相信我，你想要的幸福永远不会迟到，下一秒就会为你揭晓。答应我，就算阴天也要努力扬起嘴角，坏天气也会云散烟消。 Say I love you, Say I love you, Say I love you, Oh oh, oh. Say I love you, Say I love you,Say I love you, oh oh oh. 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两位有什么可以帮到两位？您看，可以进来了解一下。这里有我们的时尚款套件，有耳环，有戒指，都是当季最流行的。大姐，麻烦这款项链我看一下。好，这款是我们大师系列的真爱之花，它有九片花叶，然后给人的感觉是设计感非常强的镂空设计的，很显女性的柔美，而且时尚感是非常强的。这款是我们的大师系列主题款。啊，那不就这款了？不会太贵了？没事，算我们俩一起送。你们俩？啊，包起来吧。好。兰兰，他听说你要结婚了，让我代为恭喜你。他还说要来参加你的婚礼。兰兰，离开你我一定会后悔，但是我必须这么做。我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迷茫，我发现除了拥有你的爱，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幸福和未来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也许我太贪婪了，除了你的爱，我还想得到更多。我说对不起了，也无法抚平你的痛苦，请你原谅我，或者恨我。但是我唯一的奢求是，请你不要忘了我，期待和你重逢的那一天。一，老公。哎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有这种习俗？我结婚前一天还要分开住。不过呢，等到明天，你就一辈子都是我的人了。哦，那可说不一定啊，你可小心了，说不定明天我接着婚就跑了。这个你放心，
你老公还是有一点点能力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哦，那你也早点睡。好。拜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伟哥的下属，伟创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我们留个微信。啊，如果有工作上的事情，电话联系啊。拉拉，那是好事，来，拍一张。拉拉，拉拉，拉拉吗？来，拉拉，小伟。重视啊，给个面子，咱们一块合个影。来，好，来，拍个影，合个影，在这儿。有没有人帮我们拍？有了。来来，亲家，来来，咱们这儿。来，举杯。摄影师，来，太好了。哎呦，这花要掉了。好了，太好了。来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。哎呀，到了吗？来，到底还要多久啊？你们不是很早就出发了吗？那就把拉拉交给你了。OK， 好。好，交给拉拉。是我们不懂事的人，请多包涵。没有，是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三百给谁呀？谁？谁？你是接到谁的电话？这么多通啊！没有。Hello， 小伟，恭喜！哎 ，Hello， 谢谢。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穿什么都很美的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陈毅，恭喜！你好。
恭喜，杜拉拉小姐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和陈英一起送给你们的，来。谢谢。妈在里头。啊，好，嗯，您进去。你都几点还指望你来帮忙？哎，这是我的朋友陈。阿姨，你好。哎呀，小陈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大高个大长腿呀、啊。妈，阿姨今天也很漂亮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你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啊。哎，恭喜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来，领。哎，快，吃什么喝什么，随便啊，随便。对，其实生活中简单点，顺带脚也就办了。情商怎么这么低呀、啊？喂，哎，怎么样，新娘子，婚礼是不是特别棒，特别开心啊？别提了，都怪你，婚礼都没开始就乱七八糟。哎，我这没办法呀，这公司派遣我出来出差，我这身不由己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回来呢，我给你送一份超级大礼。你少来了，哼！该来的不来，不该来的全来。不该来的，谁啊？我刚才看见陈毅了。陈毅？他怎么会来的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他求了我好几次，你婚礼在哪儿举行，什么时候举行，我都没有告诉他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人肉搜索啊？人肉？比人肉更厉害。他现在是王伟的姐姐，王丽的男朋友。天哪，这陈毅怎么会看得上他？他不会是为了挽回你才做这些的吧？哎，别瞎说啊！人家丽姐条件挺好的，说什么呢？你说你跟陈毅的这层关系吧？对，过去是关系，他也是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告诉王丽吗？啊，如果他们真的走得近了，那他迟早会知道的，是不是？到时候你就被动了。哎呀，都说了是以前的事儿了吗？我现在连当下都没活好呢，我还有时间去管以前的事儿啊？哎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不靠谱的人来了，拜拜。哦，怎么了，亲爱的？死了。别！结婚大喜之日，怎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？什么死了？人家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哼，我这婚都还没结就已经死了。什么死了？气死了！哦，什么东西啊？OK， right here. Just leave it here. Great, thanks. 刚说是坟墓。墓碑都倒了。跟死的一模一样吗？
我们现在要请新郎的妈妈上台发言。这个黑婚纱都是第一次看见。哎，我儿子和我儿媳妇儿他们俩呢其实早就领结婚证了，合法夫妻，只不过呢亲朋好友呢实在是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必须补办怎么个婚礼，哎，皆大欢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小伟，拉拉呢是个好姑娘，我喜欢他，王伟呢也是一个好孩子，从今天起你一定要越发的对他好，越发的照顾小伟，赶快的给我们王家添丁进口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哎，那个不还人家啊，对不起，谢谢美丽的妈妈。我们现在要请新娘的父亲登台发言。拉拉，王伟，爸爸代表你妈妈，也代表这个家，向你们表达由衷的祝福，同时也有一个殷切的希望。你们既然选择了彼此，就要信守承诺，彼此尊重，彼此爱护，相亲相携走下去，永远幸福。爸妈，祝福你们。我们非常感谢新娘的父亲。接下来我宣布。首先我要谢谢爸妈，谢谢你们把拉拉交给我。亲爱的，我知道这一路走来你受了很多委屈，所以我特地挑了一件不寻常的婚纱和婚戒，因为你是特别的。我爱你，我希望你能拥有所有最好的一切。我爱你。可以不必掩饰了，那雨会停的，就随你去了。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它敲我的窗，叮叮当当。恋爱的季节，勉强不如放下。雨还在下，你听得见吗？是我的思念，滴滴答答。拉拉，这是我们王家的传家宝。今天呢，你正式算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传家宝就归你了。啊，给我了？当然了。不行妈，你这个看起来就特别贵重。谁让你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呢？做了我们王家的媳妇，理所应当就应该得到这份礼物，收下吧。那谢谢妈。我好像没看到他。好了，拉拉的事儿放下。小伟，
你今天给拉拉买的那个黑婚纱花了多少钱？对，多少钱？妈，时间晚了啊。多少钱？妈，那个很多事情不能用金钱来衡量，这是一份心意，对吧？多少钱？没多少钱，真的就是十万。啊？妈，把气儿吐出来，把气儿吐出来，把气儿吐出来，妈。啊，妈，那个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钱花的太值了。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设计师设计的，一般如果没有关系的话，是拿不到这么低的价钱。你知道要在市面上买到他一件婚纱，起码要40万到60万。我们透过了大关系才拿到这个价钱，挣大发了，妈。你疯了吗？你这婚纱穿一次啊，你花10万块买个婚纱，还是个黑的，这是时尚啊。而且我相信以后婚纱的颜色会有更多的选择。以后不以后的，你以后再说。我就问你，你说你穿个黑婚纱，那亲朋好友他们会怎么想啊？你是在办婚礼，不是葬礼啊。妈，如果黑色不吉利的话，今天很多人来，基本上大家都是黑头发呀，那这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这是强词夺理！为什么花10万块钱买个婚纱，你不跟我商量？不，那个婚礼呢，是我跟拉拉，所以那个……哎，说到这个，今天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什么事？您忘了，今天可是洞房花烛夜，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呢？这个是不是比那件婚纱要重要呢 ？OK。嗯，赶快去，给我变个大孙子出来。啊，那个，我们先忙去。去吧，回头再跟你算账。不，行，我们先忙去。老公，我好感动哦，你看你平时都。都穿20块钱一件的衣服啊！原来你平常给我买的都是一件25块的衣服啊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如果我平常不穿一件25块的衣服，我怎么买得起现在这套婚纱呢？喜欢吗？什么？是超喜欢的。来，奖励一个。哎，我特别好奇你收哪儿啊？要不这样吧，每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拿出来穿一遍。嗯，不行，我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，传给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媳妇儿啊，一代一代就这样传下去。哎，妈今天不是传给我了一个贵重的宝物呢？亲爱的。啊，对，亲爱的，这个特别重要，千万不要弄丢。我说认真的，这个我也只见过一次，所以要收好。我的喽。妈说了，这是儿媳妇专有的。妈刚才都不敢用手碰它，怕脆了。收好。所以啊，妈的这个无价之宝跟这个婚纱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哎呦！妈，哎，谢谢拉拉，不谢吗？谢谢妈。不客气。爸，哎，好。好，来，小伟，祝福，祝福。妈。哎。
从今往后，我们就多了一个大儿子了。小伟啊，我们可把拉拉托付给你了，往后多照顾他。我会。来，坐坐坐，坐下好了。拉拉坐这儿。我觉着以后呢，他们应该相互照顾。老杜大哥、亲家母、小伟、拉拉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名正言顺的成了一家人了。一家人。我这边的亲戚见了我呀，不会问别的，就问一句话：你已经有媳妇儿了，什么时候给你们家添个大孙子呢？所以拉拉，我觉着你的肚子一定要为我争气。亲家母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要靠儿媳妇的肚子争气才能生孩子啊？我跟您说啊，小两口要想要孩子，那也得水到渠成，慢慢来。对呀，我同意你的观点，要水到渠成。但是我说一句不怕你们笑话的话啊，我就担心哪天呢，水到了，渠也成了，我人没了。妈，哎，亲家母，你怎么说这话？呸呸呸！不能说这话，把话收回去。看您身体硬硬朗朗的，最起码您能活到100岁，长命百岁。哎呦呦，那成老妖精了！慢说，哎呦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是，我呢就是想着你们呢生了一个这么好的姑娘，我呢同样生了一个更好的儿子。拉拉呢，现在是我们王家的媳妇儿了，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。作为我们王家的媳妇，她的首要任务就是应该给我们家传宗接代，添丁进口。哎，亲家母，不着急。你知道如今年轻人都流行什么吗？什么？都流行啊，结婚以后过一过二人世界。嗯，您看他们刚结婚，让他们闯闯事业，有时间休假的时候再去旅旅游玩一玩，等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候再要孩子也不晚，是不是孩子们？哎呀，我怎么搞得我就这么着急呢？你们作为拉拉的父母，你们一点都不急我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的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？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，现在很多人都30-40岁生孩子的有的是呢。啊，我等不了，等不了，40岁我绝对等不了啊。照顾不周的地方，喜糖。哎，拉姐，啊，这个说，你昨天的婚礼真是太棒了，一定是我见过最梦幻的婚礼。对呀，配着这黑婚纱，美翻了，太美了，万众瞩目，所有人都过去唰唰，好漂亮，手翻了。我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上了，100多个赞，真的，好夸，都夸你美呢，挨个感谢。你微信里有多少人啊？哇，1000多，超夸张，很漂亮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把这个喜糖分一分，赶紧工作了。好，不然老黄该说我。还有谁没拿到？喜糖也是敬业啊，走走。嗯，这个好吃，你尝一个，黄色的，是不是？好吃啊，给你吃。哎，拉姐，嗯，那头公司打电话来说找到易胜成了。找到了，嗯，然后呢？但是易胜成的意思是，他希望我们公司先拟一份合约给他看，他觉得如果 OK 的话，他再合作。就是耍大牌的节奏喽。我依照他的简历，耍大牌也是应该的。没关系，这个合同我亲自定吧。你也是辛苦，结婚第二天就要亲自上。辛苦。哎，我发现你还不睡觉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赶一份明天必须要交的合同。是啊。嗯。这里是，这个词是对的吗？啊，这。
11点多了啊。嗯，好。别忘了我要大孙子。嗯，好，马上马上。嗯。那晚安。你刚说哪个词？这个。对。权益。对。妈。马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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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，收了收了收了。吓谁呀、啊？哪你这好不专业！你看我，超像。干嘛吧？快点。哎，这样子其实还挺像夏令营的感觉。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凌晨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需要修改的。嗯。厉害嘛！嗯，好了，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，哦。啊！千万不要分心哦。要忙什么？不理他。喂。哎，我是，对，您说。嗯，伊森城怎么了？松口了？啊，见面是吧？可以啊。哎，您稍等，我记一下啊，您稍等。啊，你说。哎。这么巧吧？哦，好了，这么巧，能坐下吗？嗯，不是特别方便。你怎么还是这样？老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拒人千里之外。我在办公，不好意思。OK。小姐吗？对对对，我是伊森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要跟你介绍一下我的中文名字，我叫陈毅。现在方便说？你好。非常好，希望合作愉快。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明天请准时去公司报到。
这么高兴啊？中头彩了啊？比中头彩让人高兴。哎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陈毅吗？我的朋友，拉拉婚礼也来过，简直是缘分呢。他竟然调到我们公司来了。干嘛？咱们公司招司机啊？怎么说话呢？他是到我们公司来做总经理接班人的。啊？哎，他现在应该在人事部签约吧？现在估计也签完了，中午约他吃饭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把我招进来的，要对我负责啊。每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不一样 ，SH 的人事部只管招人，其他的我都不管。你们人事部那么不懂人事啊？那好吧，好久没见了，一起吃个午饭，叙叙旧。午饭？午饭是我的私人时间，没法谈工作，而且我比较喜欢跟好朋友一起吃午饭。床东西放了。哎呦，你就不用再推辞了嘛！走走走走走，大家一起吃啊，一起庆祝一下。公司附近我发一份特别好吃的餐厅，特别好吃。好朋友想吃什么？我来请你吃啊，我请客。这真的是缘分天注定啊，兰兰。嗯，你把陈毅招到公司真的是太好了。这是你们第二次见面吧？以后除了同事还是朋友啊。其实之前呢，我跟拉拉就我们其实在公司也不是同一个部门，其实平时接触的时间还是挺少的。拉拉，你太谦虚了。陈毅现在是双重身份，行政副总、总经理接班人，哪一点不需要人事部有自己人呀？我失陪一下。哎，李姐。心里有鬼啊？为什么不承认我们之前认识？你是后辈。是啊，回忆是美好的，应该留在记忆里，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，对吗？对啊，都说了嘛，回忆就是过去的事儿。现在我们要活在当下，过去的事就别说了。现在我们就好好工作，只是好好工作。至少我们还是朋友吧。最好是。谢谢啊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聊得那么开心啊？啊，没有，就是说你爱吃什么，拉拉说你什么都爱吃。啊，是的，我这人很好对付的。说件事，你说。哎呦，好好听我说。哦，好呀。其实这事儿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
但是嘛，如果不跟你讲吧，怕你会误会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说。哦，你说呀。我们公司那个伊森。哎，二位，夜宵时间到啊！啊？妈，这才刚吃完晚饭就吃夜宵啊？赶紧过来吧。哎，老。馄饨，真吃不下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哇，你说。哇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拉拉的。等会儿。这么结实。这一碗呢，是我给拉拉的特别制作啊，烧给他。吃吧。妈，这馄饨怎么不熟啊？哎呀，杜拉拉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专拣这俩我不爱听的字说呢？那要怎么说啊？你爱听什么呀？是你包裹我，带走我的自身，选最好的我。镜子里那个我哼着歌唱的情歌，不完美的洒脱，要练习放手，心里才能住进下一个。忘了我会这脸开口，忘了忘了故事到结尾重来过，时间只是睡过的头，某天醒来我会记得，记得相遇是最早的彩虹。有人牵过手，全部到最后遗憾是什么，这是最好的结果，故事里剩下故事只差一个结尾，不怕重来过。我会遇到想遇到的幸福，我希望幸福。